小爆头。哎哎哎！哎，哇，满满的都是大米。嗯，哇，还有黄。嗯，大姐们，点个关注，点个关注。来个巨无霸，50码大蟹拔子。哎呀，就这一丢丢的肉，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嗯，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哈哈，哥们，这个视频，大哥就不要双击了啊！不好意思要了。我打脸呀，给个关注就行啊，给个关注。整上一锅生蚝啊，生蚝的季节马上就要过去，这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水直接清蒸，哦，水煮，说错了啊。哎呀，看，等一下我们那个开锅了以后啊，看一下这个生蚝，直接水煮就可以了哈，不用又放什么。放什么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啊，哎，水有点少，再加点水，不要没过它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哎呀，好嘞，看着吗？多少水？点个双击，我请你吃生蚝。盖上锅盖，哎呦，嗯，生蚝的季节哈，马上就要过去了，你看，现在就有点小了吧？其实这感觉还现在还可以。现在还行，还能吃，再过个10天半月绝对不能再吃了哈。嗯，用我做鱼做的那个秘制蘸料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哦，怎么样，还挺胖吧？挺胖的小子，吃什么补什么，这个东西吃了什么都补，你懂的。嗯。来啦，搞个酱麻吧，这个东西把它皮烫了。哎呀哟，破了皮，沾点红油。嗯，好，真香这个！给我上热门，我要上热门！这玩意儿给个双击，加关注啊！谢谢。来爆个头啊！最近也没有双击了，也没有关注了，也没有上热门，我想就想上个热门，我可能不够拼。上芥末，放点辣椒，有黄有墨，给关注啊！鱿鱼包大饭。
我不得给你包大米哈，大米饭。嗯，太香了。滚！又是一大锅哈，老铁，整个小八爪，嗯，大米，这大米哦。哎，我去！至于吗？至于吗？至于吗？哎妈的，我去，头都拍掉了！哎，我去，黄都给它拍出来，大米，呜、哦，看见没见过？嗯，现在。不能出海了，吃八爪鱼还得吃这么小的，哇，太可怜了。嗯，吃个腿。嗯，嗯，鲍鱼。还有一个黄金鲍，还是吃鲍鱼吧，我喜欢吃比较补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吃完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流鼻血，这里脏东西不能吃，摘掉就可以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杨海西了，很难都吃不起东西了。你看我现在一个小渔民，连个对象都没有。你看我会做饭，你喜欢我，你把我带回家，我给你做饭，行不行？嗯，我去，太香了，这啥玩意儿？这虾呀！吃个虾吧，虾也挺补的。嗯，你看这肉大不大？啊，嗯，哎呦我去，再吃一个，头大腚肥，这个头大腚肥，咋长啊？这虎啊，你这孩子！海螺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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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别断啊！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呀！看，想不想吃啊？想吃啊！给老板来个双击啊！请你一块吃海螺啊！嗯。哎呀，吃海螺配上那个大葱，吃的特别过瘾啊！家伙事儿，不搞上家伙事儿，他都不出来了都。哎呦，我去！哎呦，肝、五蛋，我把它去了啊！这个吃多了肯定头晕。上来是大肉，盘它。
贵。